歡迎大家反斗車王三，等我同大家介紹一下咧，咩係飛車棋啊嚇？最多咧可以有四隊參加嘅，而每隊咧就有四隻車嘅，咁贏咧就要鬥快將四架車咧送到去佢哋嘅終點。你睇到我哋而家玩緊啦嚇，我哋兩隻車玩住先咋嚇。咁喺停車場嗰度等啦，咁啊擲到六先至可以出到車。去到咧屬於你嘅顏色，咁啊獎你咧行多四格嘅。哦，咁如果行到呢格嘅話咧，啊可以行大捷徑啊，正啊！好啦，咁啱個對手停咗喺度咧，咁啊就要折返起點樣再嚟過咯喎。哎呀，擲到六咧可以獎你擲到一次嘅，但係一個唔好彩咧，擲到三個六就要翻大陸。搭住自己嘅隊友可以選擇搭住一齊行嘅喎。但如果踩住人哋隻騎咧，人哋就要翻返去停車場嘅啦。呢個遊戲一睇就知係唔需要 WiFi 嘅。真人對戰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嚟嘅喎。買兩張迪士尼皮斯反斗車王三嘅戲飛咧，就可以送你呢一個限量版嘅飛車棋㗎啦。仲唔踩行友去撲飛，帶佢哋翻屋企啦！迪士尼皮斯反斗車王三，7月13日戲院見。